来，润吉，坐。等我一下，吼。润吉啊，这个乌南的区长运动进行了甚快？紧讲给我听啊。这个金粉平啊，已经答应要解决乌南的代志啊。哦。即马军阀混战，就已经要四面受敌，注定要失败。安尼润吉啊，区长运动了后，乌南的未来要安怎行？你敢有想过？先生，这嘛正是我要甲你请教的问题。无喏，我其实是想要听你的意见。这回区长运动，我主要想的问题有两个。第一，只有我靠民众大联合，才当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第二，区长运动了后，努力争取实现乌南自治。好啊，顺子，来，手握手。这两个实际的问题吼，拢让你找到啊，真好。哎，关系民众大联合的行动方式，阮两个主张。第一是马克思列宁的激烈派，第二是克洛泡特金的温和派。那恁哩无认知，即马是倒一派啊？讲实在，我即马是犹豫个。我过十个革命的资料，我看真侪，内心真向往。也毋过伫感情方面，我对暴力革命也是有所顾虑。我可能搁较偏向无政府主义的温和改良。安尼，润子，你拍算要怎改良乌人？即马是军阀混战。区长了后，还阁迎来新的督军。我知影，你甲丈夫先生拢主张落实人性自治，所以我咧想，阮乌南敢会用个带头？区长成功了后，首先摆脱北洋军阀的控制，建立以民为主的真政府。当然啦，这嘛只是我的想法，也未想清楚安怎做，所以想要听你的意见。润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也是建议你加去了解一挂俄国的十月革命，也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我会当明确甲你讲，我甲丈夫先生已经确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们决心要学俄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走改良的道路根本就未通，只有实现对社会根本改造，才会当挽救咱的国家。第二个问题，润子，我建议，把你的眼界放搁较远一寡，把改造乌南这个问题。放大到改造整个中国社会的大方案当中去思考，这样你就会减轻很多弯路。先生，其实我很崇拜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另外我对俄国革命也是很有兴趣。我已经跟市民学会的同志参详过，准备在要重查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同时我嘛要去外国留学，或者勤工俭学，深切来研究一下中国到底敢有适合来行外国人的道路，而且真紧找到答案。好啊，润子，我伫北大成立马克思学术研究会，而且伫蔡先生的支持，我嘛办一间共产主义的组屋。阮迄间组屋有真侪俄国革命，也个马克思主义学术的组，而且常常办推荐读书会。明仔拄好有一个讨论会，讨论的主题就是共产党宣言，你来参加啦。就好，我可不得即马就当看到起来做。先生，我一定会去。润子，时不我待啊，咱袂用的总是徛伫十字路口丢毒。已经到应该决断的时阵了。
蔡先生好，蔡先生好，蔡先生好，蔡先生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过来看大家，恁无闲啦。出研究室立家个，南方兼有北方强，这副对联挂了好，真有杀心成仁的风骨。嗯，蔡先生，徐雄先生，徐雄先生，你来啊，那无爱甲我讲一声啦。徐雄兄，我听人讲，这个马克思学术研究会办公室布置了真特别，我吼就赶过来参观一下。哦，这位敢不是欧南的摩轮子？当时来北京的，哪会不来看我？我常常跟他们讲到你呢。我来北京有一段时间了。哦，来，请坐。坐啦。小小请。我一直在无闲，要求贴一顶班张敬尧的代志。嗯。所以一直无多半时间来北台看你，希望先生会当原谅。蔡先生，你敢知影？即马润子伫北京实在足有名诶哦，区长运动办了实在有声有势，而且家己阁创办女行乌南各界联合会，甲女行双人各界区长委员会，而且家己阁做平民通信社诶社长。我早就看出毛润子是一个大才子。即马是少年人大显身手诶时阵，社会区长运动进行了如何？胜利在望。哦，润子啊，你会当定来参加阮诶活动啊，加看一寡社会主义甲俄国十月革命诶书。我是真心希望你会当早一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想，我正咧向先生所希望诶方向咧转变。好，有机会咱就定定讨论。打算当什么东西啊？我按算后个月去上海一转。哦，你要去上海？那安尼你是不是应该去看一下丈夫？你若是要去，请一定要代替我向伊表示关心。好了，一定。其实吼，我有几百多个问题想要请教丈夫先生。我有一年我无看到伊啊，嗨，真正想要甲伊好好讲一下。好，好，好，好。小雄兄，蔡先生，啥款？你感觉这个所在会用的无？哎，这个所在足好诶！哦，这是民家厝，阮有真侪共产主义的厝拢会当放伫遮，以免迄个张宏仔吼，搁甲阮刁难，甲阮检查。小雄兄，严哥还是唔通大意，还是较谨慎一寡较好。我建议这个租屋吼。是不是会当找一个骨较温柔的名号？名我已经想好啊。哦，孔无义哉。孔无义，译音，国家一个哉字，有意思。共产主义主义，真有智慧，这个名嘛真响亮。我个代志袂当阁留落来啊！哦，蔡先生顺行。蔡先生顺行。蔡先生顺行。哦，恁无闲哦。来，各位，手头的代志稍停一下哦，咱准备开始上课啊！来，大家拢回来。今仔日是咱北京大学马克思学术研究会举办的第一场读书活动。下面，咱就请李大钊先生为大家来宣讲共产党宣言，大家欢迎。各位同学，共产党宣言是卡尼马克思甲弗里德里希文格斯为共产主义同盟起草的纲领，由马克思执笔完成。那恁这个宣言的基本原理，我感觉会当做以下说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主要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和由此必然产生的社会结果，都是这个历史时期当中政治的精神的历史所需要确立的基础。
只有为这个基础出发，才用来解说历史。自从原始人类社会解体以来，人类全部的历史，拢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历史包括所有有关联的发展阶段。现在到这个阶段，也就是无产阶级确实不能同齐，让整个社会摆脱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阶级区分、阶级斗争，安尼伊家己就无法度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当中解放出来，消灭私有制，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然后一步一步夺取资产阶级全部的资本，然后将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也就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然后尽量会当赶紧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就是共产党宣言的基本观点。在这个革命当中，无产者失去的只是苏联，因得到的会是规个世界。这是共产党宣言最后的庄严宣告。徐勇先生，外国朋友到啊，魏经书记先生，来，请各位同学，今日来参加马克思学术研究会，除了各位同仁以外，各位近乡所在来的外国朋友，那你刷落来，就请外国共产党远东局的专权代表魏经书记先生来为大家介绍外国的情况，大家欢迎。各位同志，我是五共中央远东局的成员，这次受共产国际和五共中央的委派来到中国了解情形，讨论一些实际问题。我听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参加过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我非常欢喜和荣幸，我希望以后会当定定参加这款的会议，也希望以后会当甲大家定定沟通、定定交流。接下来，我简单甲大家介绍一下五国十月革命发生的过程，甲五国即卖一寡情形。真好，丈夫啊，我感觉兴安先生安尼安排才对啦。广州的局势即卖遐尔紧张，你去西南大学有危险，所以建议你踮咧上海加点一寡时间。我嘛是安尼咧想啊，嘛好啦。哎呀，这是新青年的第三个家啊，对无？头一个家是我的阿东图书馆，江西路的福华里。啊，第二个家吼，就是你伫个北京的纪念行啊，九号楼西永利二号，这是白本位的旧厝，过去嘛是阮上万同志会集合的所在。这是第三个家啊，阁有第四个、第五个。哎呀，这个新青年，今一日又倒转来啊！你单独是有今一日嘛倒转来啊！这个人生我尼啊奇妙啊！新青年甲陈独秀虽然回来，也毋过已经毋是原本的新青年甲陈独秀啊。因拢将会伫遮得到新生。丈夫啊，我看你着利用这个机会，把囡仔甲军迷拢接过来。迄个陈景明毋是上专函叫北洋政府啊，我想吴炳湘伊嘛会为难军迷啦。军迷甲遐囡仔过来虽然好，不过如今上加要紧的是新青年在上海需要新助手。先生，我甲柯德雄这回来，就是代表北京学联来上海参加全国各界联合会的筹备工作，我来到参加。好啊，先生，新青年即卖已经四界拢有深入民心吗？我有一个朋友叫周文来，前无外久伊甲我讲，伊就是因为看到新青年大开眼界，改变命运。周文来。我捌听首相讲到伊，伊即卖咧做啥物？伫天津，因为组织示威抢完活动，被抓去，
不过因甲楼房变成研究室，大家咧研究马克思主义。我来上海进前，拄啊拜托人摕顶一支的申请联去给因。好，咱即马就是需要这款的青年精英来加入咱这个团队。哎，细岩，你当时要去法国啊？大概五月初。哦，安尼不要紧，过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我拄好想要筹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你来参加啦。好，我一定参加。也够，你嘛用诶，甲我斗编新青年。我听秀雄讲，你毋是有去过中心店？我最近想要编写一期五一劳动节的纪念专号。你会用诶，带我去一挂工厂看看。就好，先生。你即卖咧对工人运动遮尔有兴趣啊？毋是普通有兴趣，就非常有兴趣。细言，哎，你有读过共产党宣言无？读过，定定读，拢有新感受。只是吼，即卖还无人会当甲翻译变成中文的版本。若是有中文的版本，咱就会当去工厂演讲啊。无中文版，嘛同款会用去工厂宣讲。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伫欧洲游动，为着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伪造，古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甲沙皇、梅德烈甲基佐、法国的激进派甲德国的警察，拢联合起来。共产党人无愿意污蔑自己的观点甲意图，因公开宣布，因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会当达到，吼，统治阶级伫共产主义革命的面头前行甲平喘，无产者伫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苏联，因得到的将会是规个世界。全体全死，无达目的，誓不罢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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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各位同学，各位同学，听我讲，恁已经两工无食物件，高产真着急。恁的同学甲爸母嘛足着急的，请大家唔通激动啊！先食物件，阮一定会尽量满足恁的要求。好。阮的要求总共有三条。第一条，赶紧更新，按照民国约法，给同学一个讲法。第二，改善拘留条件，整理专门的房间，确保被捕的同学甲其他犯人分开，集体住同位，自由往来。第三，为被捕同学提供列出来报刊资料甲图纸，确保同学有集体做运动、集体学习、讨论、演讲、演戏的自由。无得无得，阮绝不罢休。无得无得，绝不罢休。各位同学，各位同学，恁的要求我已经见面，绝不罢休。见面一定给你回复。各位同学，听我讲啦啊！各位同学，各位同学，听我讲，各位同学，恁大家听我讲，听我讲。好消息，好消息，见面已经全部答应恁的要求啊！即马吼，大家会当吃物件啊！Thank you.
感觉，也当是咱的研究室。今仔日的演讲由我来甲大家讲一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两个重点：第一是关于人类文明的经验的说明；第二是社会组织进化论。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生产关系总和成为社会经济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也就是生产力。生产力若有变化，社会组织必须对咧变化。社会组织就是生产关系，伊嘛甲布匹、粮食共款，是人类以生产力产出的产物。首句产出封建诸侯的社会，争取这分支产出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生产关系未能满足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时阵，就需要去打破这种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社会组织，对新的生产力的束缚，产出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这就是社会革命。人类的社会就是通过生产力不断发展，不断去打破旧的生产关系，产出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来实现社会不断为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这就是马克思特殊的唯物史观。1920年1月29日到7月17日，青年周恩来在天津的家格内面完成思想的裂变。一种革命意识的不义，对这个时阵开始啊。听讲，即马对俄国人有兴趣的无济啊。维京斯基的演讲已经无偌济人去听。即马就阮马克思学术研究会的人，才是忠实听众，其他人拢袂来啊。维京斯基几啊摆提起要甲你单独见面，佮讲要讲一寡重要代志。我知伊要甲我讲啥，也毋过这件代志伤大，我爱考虑我周全才用的。听伊口气，已经无耐性啊。安尼就约下晡啦。仲海，替我安排一下。好。润子在创啥？润子去客户啊，伊讲伊要先去客户的孔庙看卖，然后再去上海。去孔庙？嗯，真趣味哦。小熊，小姐啊，小姐先生好。Good morning， 先生好。Good morning。有重好的消息无？有啊，阮常常联络啊。伊即马在上海专心变一新青年啊。啊，哪会得我无伊的消息啦？哎，小姐。阮要去倒找你啊！你即马吼，逐工跟伫大伟脚掌配后壁，郭曼素也走的迄天，嘛无看到你的人影。迄天我确实有代志，我叫同事去送伊啊。我听讲陈金明想要甲丈夫请去广东做教育厅厅长，伊当时出发啦。你听谁讲的？欧明祖行长写批讲的啊，消息应该无唔对。确实真实是安尼，我顶多希望伊去广州，因为遐比上海搁较安全。只要伊莫车祸病，倒去拢安全。但是咱这个行长，伊敢会当无车外边？小熊，我知影你最近甲外国人行较近我，这嘛真危险嘛。实际，你甲美国人行遮近我，你都唔惊危险哦？你敢知即马大家安怎讲你？好好好，莫讲我，我知影我讲的你嘛无爱听，爱安怎做就安怎做啦。Okay, you may just do as you like. Bye bye.小姐，去这里哦。哎，来坑多点。先生，你这间箱内面放什么宝贝啊？什么宝贝哦？我提给你看卖，给你看卖是什么宝贝？这是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哎，先生，这真正是宝贝啊！我对李大钊遐靠关系借来。梦到我今仔日要给恁两个任务。先生，你讲。第一，跟我做伙编辑新青年，我打算正式向北京的当任编辑兵提出，由你来担任新青年的主编。这不能行的，我那当跟伊相比拼。先生，你想看会起我？你有啥物袂用的？今麦是少年人的天下。黑色子
号称是青年导师。我看啊，伊的思想啊，即马适合新青年五年，大胆去做，无代志。好，我听你的。第二，把握时间，把共产党宣言翻译做中文版，赶紧出版。足好，保证不留书面。我手头有日文版的，即马阁有英文版，两个对照看，意思绝对袂唔对。咱两个分工，你来负责翻译，我甲李汉俊负责校对，安尼就当较紧。安尼啦，我等下去我故乡翻译，遐较安静，阁有阮母亲照顾，校对一定会紧真侪。好，安尼我就伫遮等你啊。秀雄先生，哎，魏经书记来啊。魏经书记先生，大家好，大家好。你好，你好。真欢喜，阁一届见到你，李大钊同志。你叫我同志，我真欢喜的。也毋过我感觉我的觉悟也未到迄个水准。来来来，请坐。товарищ Чижов, не скромничайте. Я прочел ваши многие работы и могу сказать, что уровень познания марксизма у вас выше даже, чем у многих русских. 李大钊同志，你太谦虚啊！我真足拜托过你写的真侪文章。你的马克思主义水准，就准讲伫咧我国冇真悬的水准。哎，однако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марксизм должен проявляться не только в мыслях, но и в поступках. 但是我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无应该干那停留伫咧思想，国家应该体现伫咧行动。我了解你的意思。阮成立马克思学术研究会，嘛组织中心店工人现状调查，这些拢是行动。以色列的为。положение о рабочих Чанхиндэн. К сожалению, этого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главная цель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бы создать пролетарскую партию как можно скорее. 这也阁无够。阮认为中国革命即马需要赶紧成立无产阶级的政党。Мы также изучили вашу ситуацию и решили, что именно вы должны занять лидирующую роль в этом движении.阮真足研究过你的情形，认为应该由你来担任这个工作。我送你一项物件啦。我也是到不了吧。这张批送你。Это письмо от для вас. Что это? 这是什么？这个适合的人选，我替你找到啊。Он нашел вам подходящего лидера. Кто это? 多久以？单独秀同志，大瓦里是陈独秀。陈独秀，我唔对，就是伊。伊即马人伫上海，你替我这张批去找伊。On Sunday on, we see at Bismarck 事业部上海可以木 on очень хорошего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 Дорогой Ли Чжао, сразу видно, что вы подготовились заранее. 亲爱李大钊同志，看会出来你对建党这件代志早就有计划啊。建党伫中国是开天辟地大代志，阮当然爱慎重啊。大王爷，大王爷，哈哈哈哈！梦里啊，小小姐啦，规早起拢无起来。哎呦，妈妈。你哪有搁礼拜啊？敢是讲好啊？若无话吼，你莫礼拜。梦里啊，今日神神秘秘的写啥啦？那难道外口光吵吵，你袂去写？硬要踮迄只茶房写？哎呀，这较安静啊。好啊，妈妈，你莫搁问啊。好啦好啦，我吼找几粒仔粽备好啊啦，予你阮乌糖食，偌好食哩。好啊，我拄好有淡薄仔枵。嗯。好食。梦里啊，敢阁有要洗哈？嗯，无。梦里啊，你是咧食啥啦？这，哎呦，我的憨囝。乌糖无够你混了啦，硬要混这墨水来吃。哎呦，你等下啦哈，麦叮当麦叮当麦叮当。哎呦，我这个眼镜，啊，进来麦克写，紧写一下啊。妈妈。哎呦。更加了。啊，紧写写嘞。嗯。
梦里啊，那这个墨水是什么滋味啊？有甜无？甜。甜哦。味哦，足好诶。锦鲤的味。锦鲤的味哦。无啊吼。哦，好啊。好啊，妈妈。啊。你哦，去无用啦。给你吃，炭烧吃，好吃啦。好嘞，紧甲莹莹放入去笼仔内，洗手食饭啊。妈妈，别人阿姊什么时阵要来？要来啊！阿姊跟我空气了。别人阿姊讲哦，五月要去法国，应该这几天啊就会来上海啊。哦，就好，我袂记跟你讲，我从北京回来的时阵，老海威跟我讲，伊要甲别人做伙，讲这届伊两个做伙去法国。我知影，好代志。海威出国。果是我找蔡先生斗相共的，伊两个若真正会当做伙，安尼咱对别人都放心嘛。先生，苏淼，谁呀？苏淼，过来。妈呀我！我带两个老朋友来吃。谁啊？给你拜。哎呦！江副先生好，副林好，副林好，林好。卢秀雄，徐尊统，哎呀，实在真好。先生，你会当来足好诶。先生啊，关门啦。加煮几下菜，今仔日我们要加饮两杯啊！好，无问题。来，恁客遐坐啦。来，请。先生，阮这边为北京特别过来投靠你，今麦来星期评论斗三工。恁两个哦，先食饱啊，哈。来，请坐，坐。哎呀，实在真好。阮今麦当需要人斗三工啊。阮当咧筹备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今麦辛苦边会当斗三工的，就干呐，陈梦多甲李汉俊。过一段时间，世炎嘛要出国啊，恁来了就拄好诶。阮两个即届来哦，本身就是想要帮助先生做伙做工人运动诶，所以一切听你调遣。这个工人运动啊，是阮以后工作诶一个重点。而阮即期诶新青年，嘛是咧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专刊。不过即摆上届要紧诶，也毋是这個，上届要紧诶是筹建一个全国性政党来领导工人运动。阮伫北京时阵。我常听秀雄先生讲到这件代志。哦，秀雄在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学术研究会，并且展开有效的工作。这南方的政治条件比北方好，咱袂用输人。孟导，拄好。我甲您介绍一位新同志啊，伊是我的助手，陈孟导先生。陈先生，恁两位嘛伫了。恁有熟识哦？啊，熟识。我算是星期评论的同仁。哎呦，安尼足好诶！孟导啊，什么代志？先生，中山东宣言，我已经全部翻译好啊，请先生过验。哎呦，真好，实在足好诶！孟导，你为中国革命做出一件非常重要的代志，我相信历史袂甲你放袂记。就好，先生，英阿婆，我伫踮你遮拼通宵，先看先赢哦。不过真遗憾，你出国之前无多印出来，要来无早去法国，因连交连会当看到，唔知偌好。无要紧，因伫遐会当看到法文版啊。先生，还佫有一个代志，讲啦。无要紧，拢是家己同志，做你讲无要紧。共产国际代表魏经书记已经到上海，因带来你代表先生互你的印证批。希望会当用早记着你。伊会晓讲闽南语无？因为带一个发音的中国人，叫做游明哉，是我共党员。这个代志真重要，明仔载安排见面。这位是魏经书记，大外理事陈独秀。不是说见面就是。甲伊讲，照中国风俗行。大概在位置努不期待。大外是何时不帮忙录去？哦，这会用的。这样，大理石陈独秀，也是说是对你我亲历不及给大家鼓掌。我听讲，但独秀先生不是真介意中国的传统文化。乱讲，那是谣传。
话 ，by the fifth slog。我八岁对阮阿公学读四书五经，十八岁中等院取秀才第一名。我真有自信讲，中国的文化传统已经刻记在心内，无都放袂记。Самое прекрасное знаю традиционное китайское блюдо. Что вы думаете по поводу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想要问一下陈教授，你是安怎看待马克思主义加俄国十月革命？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世界上上科学的理论。俄国的十月革命道路，嘛是中国革命的好模范。Российская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оказалась пример для Китая революции. Здорово, у нас с вами, кажется, много общего. 安尼实在真好，咱有真侪共同点。У меня кое-что для вас есть. 有一项物件要互你看一下。Разрешите вручить вам.欢迎你，维京书记同志。Добро пожаловать, товарищ Вирджинский。坐啊。Я как член Коминтерна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бюро был направлен. 我是吴江万东局的成员，即届受西伯利亚东方民族分部的派遣来到中国。Был направлен в Китай, чтобы установить связь с нашими китайскими товарищами。即届来中国，希望会当接触中国信仰共产主义的同志，讨论建立当作一个可能性。Также слышал, что Чан Дуцяо。我听讲，陈独秀先生是中国有名的思想家，甲群众运动的领袖，请你提供阮帮助。早伫今年二月，我就甲李大钊同志已经针对中国建党的问题达成共识，后来呢？如果实质性的做一挂准备工作，比如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的研究会，甲将要伫上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拢是这类组织。目前嘛，正在赶紧建党，同时嘛，希望会当得到共产国际甲俄共中央的支持，也个帮助。Здорово, товарищ Чан Дуцяо. Разрешите вас обнять. 真好，咱来小揽一下。哦，真歹势，维京书记同志。小揽，在中国的传统当中是合体意思。刷落来，要成立的中国党甲俄国党会用革命，不过袂用合体。Но никогда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в одной целом. 中国有一个传统，叫做亲兄弟明算账。你是你，我是我，不管什么时阵，拢袂用互家己无完整。经济也是经济，你никогда не потеряй себе。所以，咱来是握手啦。1920年4月，经过共产国际批准，所派出来俄共党员小组，维京书记等人到达中国，先后会见李大钊，一个陈独秀，对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准备工作付出真大的帮助。各位工友，马上就要五一劳动节了，这是咱家己的节日。咱新青年十字社要出版《劳动节纪念号》专刊，唔那要发表文章，阁要发表咱工友家己的主张，也阁要求。今仔日咱即节夜校课主要有两个内容：第一，是咱新青年编辑陈孟多同志来做一摆演讲；第二，希望大家对即期的专刊提出意见佮要求。好。今麦就请陈孟多同志来做演讲。
各位工人同志，世界上是什么人最有路用、最贵重呢？一定有一定好多的人讲，皇帝最有路用、最贵重，或者是讲做官的、读书的最有路用、最贵重。我认为因讲唔对啊！我认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路用、最贵重。咱这的粮食是遐进产人种，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人种。咱穿的衫是彩虹天的，嘛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人穿的。咱住的厝是做肉、土水西遐工人起的，更加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人起的。